啊，这有求必应，这怎样？这是人送的就是客人拜拜完之后，没有、啊、去博掉啊。对，他去求、啊、买去赌博，对，去赌博赢了200多万，200多万，就说要还愿，好，就是、送给四面佛一块匾额这样。啊，他就把他就做一个这个匾额，啊，就放在这边。啊，北投来这边就是来这边请愿这样，啊，就有机会嘛，就让他有机会东山再起这样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他以前还输，他跟我说他输到逃路。对啊，然后后面把钱还完之后，他又回台北。对。然后又开始赌，然后就好像蛮多钱。对，啊，但是他觉得说是因为我们四面佛，那有这个机会这样子。他拜完有差、啊，人生就是这样子。他每个礼拜都会从北投过来拜拜。他、啊、要怎么拜法？就是四面佛拜四面佛。哦，阿人家哎，这里开杠子呀，你也不知道。对啊，拜。每个月都会下来啊。每个月都会过来。那就特别有求必应啊，林口四面佛啊。